빈빈 출해 봐. 我们一个这个就是冰冰的。是，我上次参加完这条之后，就很多人就对我这个智商跟脑子就产生一度的怀疑。抓了，抓住了，抓走了，没抓住，没抓住，抓住了，抓住了，抓走了，抓住了，没抓住，抓住了，没抓住，嘎嘎，嘎嘎。你就没抓住就好了。抓六只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，没抓着，抓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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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有人来都会先蒙一期，但是后边都会绝地反击。所以今天，咱俩一块儿绝地反击怎么样？好，来拥抱，拥抱一下。好，走。对，就是经过上次的那个节目啊，就是我会想的稍微多一点，这样吧，你给我写一个承诺书，写什么？就是我不是不是不是，我看看，录个节目还要写承诺书？其实我来这个节目最大的要求就是诚实诚信，就是首先啊，没有任何保留，就是可不可以就是？哎呀，明明咋那么可爱呢？我先把三个头写了啊。 啊，第一，第一怎么着？嗯，你说，诚实，啊，第二个就是，嗯，毫无保留，毫无保留，对，你就有什么信息就说什么信息，啊，就是，啊，行，第三是什么？我看看，在匹对成功后，嗯嗯嗯，尤其就是深山老林里面喊的什么，不要随意抛下人，啊，不抛弃，不放弃，不抛弃，不抛弃，三条。都写一个吧，就是因为录节目有时候吃的不太好，你把可以不可以把你吃的那个牛肉部分让给我？嗯，没有问题，没问题。可以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好好，让出你的牛肉。你平常是只吃牛肉吗，冰冰？牛羊，哦哦哦，那你把羊也写上，万一今天有羊肉呢？是，还有什么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你也得吃一点。我们之间，我觉得用不用签这个都不存在，是吧？因为我从来就没有欺骗过人，真的吗？对。哎，是只有我们俩串白衣服吗？是这样的，所以这是天选之子。对对，天选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可以可以，搞